的山，国富把他肩胛卖给一个华人富商，阿拉斯终于守不住这片圣洁的土壤，祈祷声传不到耳里，却被高楼阻挡。挖土机开出了一条通往梦的方向，钞票的镶嵌币的光覆盖绿盎然，人的信仰诉求已不只是国泰民安，试图一个晚上让自己能拥有天堂。车灯光线纠缠在灰暗的山腰上，抱着多少梦想和希望上接近梦想，有谁愿意相信自己每次运气很烂？我准备迎战全神贯注统计的胜算，不断用眼朝镇定我涣散的眼光。曾有多少人在这享受遍体鳞伤，有多少